我叫郑萍，我叫也可以叫我 Tiffany， 我的电话是202-267-804-3955。那就像各位一样，刚刚接触负离子的时候，对这个产品不了解，那我怎么会相信负离子呢？怎么会相信妮芙露产品呢？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叫夏爱琳，他是美国人，叫 Eileen Shepherd。他以前也跟我一样，我们两个都不相信。那有一个朋友送给他一个护膝，因为他有 Restless Leg Syndrome。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到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当他快要入睡的时候，他的腿就开始跳起来，他整个晚上都睡不着。他这个毛病坚持了20几年，一直晚上都睡不好觉，就是一到晚上一睡觉，马上脚就跳起来，整个晚上就要起来走动走动。当张玉敏送给他一对护膝之后呢，他说第一个晚上套上去，他有点感到有点很别扭，因为第一个晚上试用护膝效果还没出来，第二个晚上他就开始适应护膝了，他就可以一整夜睡觉了，真的很神奇。那他告诉我，他说 Tiffany I'm not lying, it's working。 我说真的吗？他说真的， Believe me。 然后他说真的，你应该试试看。我真的真的很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感谢耶稣的上帝，把所有的荣耀都应该归于我们的上帝耶稣的父，上帝耶和华这个独一的真神，因为他创造了智慧的人类，让人类开发出好的产品，比如说妮芙露，你不是肯定是不知道的。那自从艾琳 Shepherd 他用了这个之后，告诉我他可以为他就是帮助他改善他的身体，我就想着如果这个产品能够帮助他，那这个产品肯定很神奇，那肯定会有什么神奇的东西在这个产品里面，所以我就想着我也应该试试看，不是你从来就不会知道， If you never try, you never know。 所以我就开始试用这个产品，还不错。我以前呢有晚上睡觉睡不好的那种毛病啊，试用了之后晚上就可以睡觉，特别是毛毯，全套使用之后再用毛毯，真的效果很好，睡眠效果大大提高。所以您一定要试试看，不是您是不知道的。